右下腿的前侧，前内侧皮肤痒，前内侧皮肤痒，我看到那个，我高空当中看上去一个自由女神像啊，高空当中看上去一个自由女神像，然后转了一个角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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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，然后，好像附近呢，有核潜艇的，有核潜艇的，附近有核潜艇的，有核潜艇的，这个海里穿过去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，也许人家精神上呢，考虑的是要考虑到哪个国家啊，但是呢。对外星人来说呢，他只盯着那个谁使用了核动力的，核动力的舰船之类的，这些核动力的舰船，后面都是在要被驱走的，行列里面，都要被驱走了，然后在万能，就靠近古巴那边啊，俄罗斯的核动力，舰呢，或者潜艇之类也忙得很。美国的也要在那边凑热闹，最后集中到一块的时候，外星人会把他们拿掉的啊，然后就成为一大新闻。哎，好，哎，知道了，哎，知道了，哎，再见，再见。